叫我莫让一个人知影伊癌症复发的代志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又过了温梦偌久。我搁要安尼，予爱姐陪我偌久？敢会有一天，伊的耐心会叫我活了了？最后，亲像伊的罪犯同款。好啊。先生啊。啊，我想要回去啊。咱才拄食完早顿，要去散步呢。你通继续散步，我先来等。子阳。子阳，啊，你先坐啊，你心情无好哦。哦，无啦，这两天无去上班，也耽误着进度，那麻烦啦。世界工作狂，你看恁两天在哪里上班呐？好啦，我会替你甲爸爸问好，爱继续早顿哦，好，拜拜。元美 ，Good morning， 太阳多好，温度降完差，准备去散步啦。这位是，伊是检察官高子阳，啊，这位哦是世界集团的千金张元美，算是我的老板之一。这伊是你的红仔，哦，嗯，原来是安尼哦，你拄则无甲我介绍，我阁惊我忘记去。当晚的检察官刚弄下你的烟斗。海姐，你敢袂当去附近帮我买一罐水吗？哦，好啊，啊你帮我别走哦，不然我找无人。我是会当走去倒。你除了爱水，敢搁买啥物？买啦。啊，安尼我先来买，我陪你去。照顾病啊，足辛苦的吼。子阳伊无怕病啦，伊足健康的。我看伊拄只精神不啥好，虽然讲看起来会当做工课生活，也毋过心内应该是需要有人家加关心一下。嗯，也毋过嘛袂当直接家当作是病人看待。是啦，所以我拄只才问你。是不是就辛苦哎？没啦，以前照顾子阳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当初伊嘛是因为我，才变到这么呢。所以你是因为安尼才嫁给伊？无啦，我本来就结婚了，怕什么？你都才无介绍，我了阵你也袂管是家己是个太太。我俩阵经过顶摆乌拉出牌的代志了后，咱就是朋友啊，所以就较加薄加关心你。咱当然是朋友啊，安就好。以后除了工作以外的代志，你若是有心事，拢会当跟我讲。因为我在台湾哦，嘛无啥物朋友，啊，阮家的代志你嘛知影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经，你嘛辛苦啊，是超级无敌辛苦。就好啊，暂时我要去跟阿公爸爸吃饭，希望我卖去阮二哥去死。God bless you， 张元美 ，fighting， thank you。消息亲像走袂停，无怨无悔为家庭，女人的心温柔多情，请你疼惜女人心，今生有缘对你来真情。